失去了最好的对手，就等于失去了知音。茫茫人世，又何尝不是处处也有伤心人？他是你唯一的对手，你把他杀了，为父就安心了。施主，时日无多，放下心事和怨恨，也许还有一线生机。 江湖是祖宗争来的，绝不能败在我们手里。我八年探索，苦练至今，无时无刻不在心里和你决斗。今天就是你一显身手的时候。杀！自即日起，武林再也没有谢氏一族，唯我独尊。你情愿怎么死？死在我尊重的剑下。